徒辈无礼，请令狐老弟看在老朽面上多多宽恕。令狐兄，快请入庄吧，小妹要敬你三杯，以谢昨夜相助之情。站住！韩爵，你竟对本庄贵宾无礼，还不快向令狐公子赔罪？师父，好，你既然不听为师教训，老夫也教不了你这个徒弟了。师父，徒儿过。正好，你是中州掌门弟子，我要把韩爵驻守中州剑派，你叫他即刻离庄。师父，师父，怎么，你们也想驻守师门？梁大侠，刚才我和令徒是一点小误，你不要生气。其实，这种逆徒不教也罢，你我进去喝酒去吧。